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顶级赛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中信银行杯中国电视围棋快棋赛中的精彩对局。和大家一起赏析的将是一场16进8的比赛，哎，两位世界冠军之间的较量。有趣的是呢，这两位世界冠军都是在 LG 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上获得的，一位是姜维杰，是第16届的冠军，而十月呢是刚刚获得了第17届的冠军。哎，两位世界棋王的较量势必会在这盘棋中呢是迸发出非常精彩的火花。那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王中王呢？我们请我们的老朋友王源八段和裘丹云二段为我们揭开谜底。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呢由我和王源老师为您讲解2013年中信银行杯中国围棋电视快棋赛第3轮，两个年轻的90后世界冠军的对决，姜维杰九段和十月九段的对局。王老师，这盘棋很精彩。很精彩。这个在我们这个中信银行杯这个快棋赛的舞台上啊，棋局都很精彩。这个尤其是快棋，它比慢棋更容易精彩。是的，是的。因为它必须要决断得快嘛，再加上年轻人呢，他们的口味都比较重，所以他要选择的时候呢，总是第一时间就选择那种最富有挑战性的。没错，没错。最漂亮的那种变化。那我们先来看棋吗？行，我们现在看棋啊，一边看棋，看两位年轻的世界冠军他们的角逐。姜维杰呢是黑棋。是的。黑棋。下了一个这个小目。啊，这个小目，对对 对。白棋下了一个这个小目。让黑棋挂角、挂这个。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下法好像是下这儿，是吧，王老师？对，有的。啊，下好多。有的。这叫中国流的修正主义，修正中国流。这是您给他起的名字。对，过去这个大概起这个名字已经有20年以上了吧。还叫迷你中国流，因为当时指的是这个。对对对。当然，这个它同样也是修正嘛。只不过它这个步子更大一点嘛。总之，这个最近下的比较多。是一种流行布局。是。现在呢，这盘棋没这样下，它拖了。对。挂了这个，然后白棋拖。白棋拖。在这儿。黑棋搬搬下来。我们这个中信银行杯中国电视围棋快棋赛，它是每方30秒一步的10次，对，有特殊的快棋规定。总而言之，非常快。对，我们的棋友呢，恐怕在大家的这个围棋生活当中试过这样的快棋的几率比较低。可能在平时下的时候会比较少，对。但是如果说经常在网上下棋的话，可能会试一下这样的规则。有道理。但是一般呢有保留时间。但这个没有保留时间。很快。看他们职业高手下棋吧，就很第一个很喜欢他们年轻高手，第二个呢，小邱我是这个心理，我多多少少有点替他们担心。我就生怕他们一招棋下的等于太离谱。因为太快了嘛，我自己是做不了这个表演的啊。但我看他们呢，就是又欣赏又喜欢，但是又担心，所以一旦下错这个会觉得很遗憾，就这种感觉。这快棋啊，特别有味道，是一个独特的景观。对，不过现在年轻的高手呢，像姜维杰和十月现在都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而且90后的都是很年轻。很年轻。他们的棋很熟练。所以呢，王老师的担心呢可能不太容易出现。对，这是我个人。就是以前我也给大家这个报告过，就是我你比方说看这个奥运会这些啊，是像什么体操啊、跳水啊，像这些项目，我看着我们中国优秀运动员啊，他们夺冠军的时候，我特别高兴。对，我宁可等他夺完冠军，我重新看看实况，我有点紧张，心脏有点跳得受不了。我怕他一跳的时候啊，一个动作怎么样，一个失误啊，看着觉得划不来。这是我个人的问题。黑棋先虎一个，虎一个，白棋猜一，白棋跳，黑棋在挂，白棋小飞印，黑棋在。大飞翘起来，这是个特殊的定型，也没有什么。白棋挂，黑棋是二进高加，是吧？对，这个白棋下一招十月双飞燕，一间反加在这儿。对，有意思，这个棋
自己考。这样一来呢，当然就进入了最近的，也是算大家比较热衷的一个变化之一吧，就从这靠。当然，小邱显然靠这个也是有的。靠这个也是有的。是。具体的变化就是，如果他要搬，根据情况你还可以走这个。你还可以走这个，这挺有意思的哈，给大家画个示意图。对，现在比较少见。比较少见，变化很多。因为他顶嘛，当然你就退了。是吧？这样呢，双方也都可下。有些味道，他比较有变化内容的是点三三。对。点三三呢，你就单断。然后白棋爬回来。对，然后你爬回来，他当然就抱死。这是一人吃一边，是吧？黑棋外边也挺厚。如果白棋要较劲要顶这个呢，黑棋又可以转过头来从这儿竖下去，这个变化叫眼花缭乱，也是五彩缤纷，非常漂亮。你这个不能拉回来了，那么你就要出来，出来他把这个拐吃。接下来的变化就又是它有很多很多分支。我们的棋友大家要是有喜欢复杂变化的朋友，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以下怎么定型就有很多了啊，但是我相信看见这个棋形大家会心一笑，下白棋的一方就惦记着有一天我要把这个建出去，两边同行走中间，就变化很多啊。确实是这样，这个是可以下的。那么我们看他们这盘棋呢，当然先是走这个，白棋下一招是点三三，十月点，那么姜维杰呢就把这个鼓住，白棋把这个爬回去，姜维杰把右下角单关守起来。这个你觉得怎么样？这个格局不清楚，不过我觉得我还比较赞同黑棋。就总体来说，我觉得黑棋没有不好的一面吧。那你是说我们白棋有什么地方不好？也没有，白棋也，我只是觉得黑棋下的比较顺畅一点，也不见得就白棋就不好了。对，都挺好，都挺好。是的。好。就是很有新意的一盘棋，但是就聊聊这几招，放在过去，如果放在30年以前我学的棋谱当中，一看就觉得太怪了。第一个，这个形状怪，怎么不是走在底下拆二的是吗？对，从来没有这个，不是这样的吗？这棋他觉得那个过去啊，这些没有研究，他就是感到这个棋形搭配这个结构啊，不顺眼，感觉不舒服，对，如此而已。现在呢，就有这个。对。第二个呢，是右上角这个东西，过去从来没有过。没有过。这个棋形呢是这样的，就是接下来呢，其实黑棋是欠一手棋在这儿的。白棋是有可以长出来的手法的。对对对。但是黑棋呢现在就是不补了，他先脱先抢占下方的大场。对，这个手脚。行，右上角也是没见过的。那么十月当然就长出来。直接就长了它。然后从此这盘棋就一发不可收。非常有意思啊，很激烈。过去就是在一年两年之前，大家要定这个形，一般是不是还是在这盖住？压住啊，盖住。那么如果你要搬回去，然后黑棋再裹住，裹住。白棋有潇洒一点的，还有先刺的啊。还有这个，这也挺有趣。这是一盘棋，黑棋下一招究竟怎么下，我都不敢说了。我只能说，如果接上呢，白棋有理由觉得占了一点便宜，他就可以脱先了。对，但是他究竟会不会接这个，我不敢说，我不敢发言，是吧？这个跳是不是也有？因为断的时候它可以立下去，是吧？对，这个贴，你一搬的时候它一走，你打吃到底也损了，但是一拐就把它闷死了啊！那看这也很难讲，跳是一种，确实。就这样，就是一盘棋，挺有意思的啊，都可以下，这都可以下，就是现代棋很多棋都可以下，确实无拘无束，太好了。你看，就我作为我这么大一把年龄的人，看见这个构型啊。居然是学棋之后40年才能见到，过去根本看不见这些。对，这棋一开始下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会都很有疑问，说这棋首先不是拆在底下的吗？你拆在上面，不怕人家从这儿打进来吗？实际上他是不惧怕这个打入的。对，他对。所以现在就不怕了。有了这些变化，很有意思，这个耐人寻味。是。过去和现在这个棋的区别啊，价值观的区别，操作方式的区别。这个工具的不一样，有意思。行，不说了，看他们的。实际上呢，我们本以为啊下成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定型呢，结果姜维杰下一招立刻就下出一个凶悍的下法，下力。对，这一来叫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变化就非常多。但是小邱最初如果黑棋要下力，你的感觉会不会觉得黑棋稍稍有点勉强？对。
如果在这种这么空旷的局面下立下去，我只能说他觉得自己力量很大。啊，不过这是姜维杰嘛，他本来就是以力大著称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也不奇怪了，他下也不奇怪了。好，我们看，实战白棋当然拐，十月的力量也大得不得了。对他们两个人都力量很大，所以我想谁都对战斗绝不会有畏惧的。嗯，都喜欢。是，就是他们都在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贴起来。那么黑棋搬，哎，这个搬也是很吓人的一招。嗯，哎，白棋下一招搬，黑棋接。这个变化很多啊，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摆了啊。是的，只能说呢，第一个印象，下到下一招棋白棋虎的时候，第一印象是白棋有力。哎，觉得这个棋形白棋不是很有弹性吗？而且头在外面出的也很舒服。嗯，你下面要搬我也搬不动，然后接下来我要把你这个子搬死。对。然后黑棋这一串呢，没有眼看到。是孤棋。对啊。还是。进攻白棋的后盾，不清楚。是，而且这个呢，明显的黑棋全世界有一个棋子，现在此时此刻位置不好。对，这个子如果在这儿呢，应该是黑棋还不错。没错，远一点哈地方。那么白棋上边还不太清楚。嗯。啊，但是我们接着看啊，非常精彩。下一步姜维杰搬，但是就出来了。这个搬非常之有趣啊，他就是利用这个特殊的全局配合。嗯，远远的十万八千里之外，曾子是黑棋有利，这跟曾子关系大了。对，如果曾子不利，你这一招根本就不成立。对，这一招就杀伤力不足。对，那么现在是白棋断，断，黑棋下利，对吧？那么如果你搬，哎，你如果拐，被黑棋一拐，嗯，白棋假如说要扳住他，对，那么一断，咔嚓，这个时候你就麻烦了，决定一切。你现在争不掉，你如果要这样延气呢也不行。嗯，假如这样他爬一个，对，黑棋二路可以先扳他。对，这招棋是非常要紧的一招，你千万不要单拐，单拐被人家一挡，你气不够。对，挡在那儿就行了。挡那个是这气不够，所以现在是千钧一发，每一招招招不离后脑勺，必须扳住他。那行了，你现在只有吃这个。现在就是怎么都是黑棋气场，你只有吃这个，那么他就再扳死你。对，哎就行了。这个是示意图，扳死。实际上最好的操作方式呢，先爬，先爬一下，哎，他就利用这个曾子是吧？挺有趣，正好是曾子不利，刚刚好，刚刚好。对。那么出现这个呢，谢谢他们两位下出了精彩的变化哈。嗯，但是呢，我觉得在这个定型当中呢，有一个思考方法，我要给大家还是要报告一下。我们欣赏他们的棋也学一点东西哈。嗯，我觉得思考方法要从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的棋友如果看见这个棋形的时候呢，你不要一头就去背这些曾子啊这一类的，这个呀要琢磨半天。嗯。除了你愿意的话琢磨这些之外，我觉得还要加一条。这加一条什么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白棋这一头扣过来之后，白棋在这一带已经获得了很多利益。嗯，这个获得了很多利益，不是说白棋自己拿到了多少钱，拿到了多少控，而是白棋这个势力啊，使黑棋原来这个非常好的配合打水漂了。对啊，它的价值是这样体现的。那么王老师是不是考虑白棋要抢一个先手，赶紧抢占到底下这个大场？没错，所以他就说，哎呀，我不要纠结于这个对杀定型怎么样，是吧？这个一加人家一力一样的，对，你这个一搬固然可以活，但是七子延边活也输，就活得他不舒服不爽，你还爬第三个，对，人家还在场，你扣下人家拐，这些将来也不太舒服，还有你爬到这儿的时候，人家是不是不理你了？对，那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就是反正我已经被你攻得很难受了，那么我停一拍，我看你怎么吃，你怎么吃得干净。嗯，关键我要下的这招棋呢也要很大。嗯，我觉得呢，这个对我们大家思考方法上来说，我看有没有一点启发。嗯，就是经常我们一块棋被人家当头一震，然后你就开始落荒而逃啊，人家随着进攻我啊就到处全盘的得利啊。嗯，哎，这会儿我就要想，我思路转换一下，他正我头的时候我不理他，我觉得这个是个典型事例啊。我希望我们的棋友以后在您的实战当中试一试，大凡人家给你当头一震的时候，你第一选择是脱先，你看他接下来怎么办。这个到时候各位有什么体会我们可以再交流哈。行，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白棋把这个扣住现在就是不错的。
可以考虑。脱先了，你不是要吃我吗？我看你怎么吃。这个黑棋，对，他这个排一个大概排一个，但是他这个挡就绝先。哦。然后他就走这个，那继续让你吃嘛，你反正就吃这个而已嘛。是吧？那待会儿这一线一旦有什么东西的时候，哎，这边有子的时候，下一步你这一扳他还特难受。对，特难受。他一接你再一蹲，脚上他怎么吃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意思呢，我不肯定这个下法一定是白棋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考方法，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白棋已经脱身了，然后转到别的大场了。对，我就都不要了。是的，是的，都不要了。嗯，啊，就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他们实战。但是十月呢是正面应战。对，十月他是正规军啊，不是游击队哈、啊。是的，很精彩。那么姜维杰、夏利，他也是在前不久刚刚夺得了 LG 的冠军。对。小尖，白棋拐的不行、嗯、啊！感觉上呢，这个定型白棋稍微有点松，但是紧接着我们看十月这个功夫了得啊。那么黑棋姜维杰当然每一招都是很紧的，拖，这是必须要紧得气。扳住。一扳住，他在一团。白棋当然是叫吃，这会儿没有结征、嗯，请大家注意，他是先搂吃，但是这个变化呢，也不是十月看错了，他们两位高手这个地方都看得很清楚，他是叫吃，已经很清楚，这是白棋接上什么样的结果啊？黑棋在立，立下去，这个地方黑棋不要下错了、下这个被他一扳，这个就有点晕了，这至少是有个结生出来了，那么他就下立，那么十月就扳。哎，送给姜维杰一个表演的机会，嗯，这个叫一一妙手，很难得的，双方交手才第几十招哈、二十多招吧，对，一一妙手出来了。因为他这个一一呢，是唯一一种能把白棋尽吃掉的方法、你如果应别的呢，都会成劫。对，但是白棋有了这个交换之后呢，以后就确保这两下全都是先手，所以白棋扳了他一下。对，这次双方他们两位啊，下出了一个全新的形状。对，尤其是在我们中信银行杯这个电视快棋这个舞台上下出来的，嗯，所以呢，这个使大家印象非常深刻。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下法会不会引领一部分潮流或者时尚啊。那么普通的情况下，这个棋形下到这儿的时候，觉得白棋已经烂了，已经不行了。结果十月有一个顽强的支撑，嗯，这以下变化很精彩啊。这儿对，可以看到十月他下得很刚，这棋，嗯。很刚强，他没有说柔软，像刚才王老师的转身没有。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这儿也损了关子了，上边也走重了。嗯，哎，所以他现在这招棋呢，就是用什么呢？从战略上去理解，他就是紧紧的想办法把黑棋咬住，用我脚上的石子，但是他气呢还有那么几口气呢，尽量利用这个气做点文章。是。这个是非常好的一招，就可以说化腐朽为神奇。嗯，如果没有这一招，这个棋白棋现在已经松掉了。这棋因为你接下来这个跟上面这个这两步必有其一，被人家走去了。对，而且这边你走了都很难受，因为他这已经立到这儿了，啊、是吧？将来最简单的这就有漏。是的，哎，所以恰恰是这个，他这个叫棋上了老虎背啊。势成骑虎，对，哎，他一定要狠狠地把棋全部撑住，全部撑住。我们接着看，很精彩。黑棋当然也不能屈服，这个地方黑棋不能脱先。如果脱先被他再下一个，哎呦，这下四个哈，那么就封住了。对啊，而且是他可以先以后铺完了团住就下一步再一铺就不得了了。嗯，他又是这个否极泰来的形状，一铺，这铺已经黑棋已经死了，再一紧，这个尾巴要不了了。对，是不是啊？所以他这扣住是先手，那么就意味着黑棋必须要出来出头呢，又不能这个，这个好像没有教过这个，是吧？这个如果说白棋再回去，那这下已经很满意了。对，现在白棋大概可以走这个，哦，因为你这有硬头可以圆点，嗯，哎，他就已经大便宜了。嗯，所以这个叫双方都是势成骑虎啊，靠，白棋挖断，嗯，非常精彩，两个人都没有退路了，必须得这样进行，一本道这是这个。我很佩服他们，就是在三十秒一步的情况下、以下呢，而且好多变化很精细，是，就是你像头发丝一样偏差一路就不行，长，而多这一路呢，有这个缝隙呢，我就可以多争取一点利益，就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白棋拐，拐，嗯，你这怪不怪？哎呀，真是非常好的棋啊！如果你要靠，啊、它是不是都有挖？啊，你叫吃，它再一接。你看脚上他一挡就把你吃了，是啊，然后这个地方再一接你，这个地方又不行了，没错。所以呢，黑棋在这儿，姜维杰还不能靠怎么办呢？弯弯绕猴，一猴呢，好像白棋形状也很烂，是的，怎么办呢？
这个白棋一个用纸去把火包住的下法，这个简直太狂了。纸包火，跳加一个，看这个形状居然能跳这个，那觉得自己的形状实在太破烂了，这怎么能跳得住呢？但是他偏偏就跳一个，很棒，这变化真是很精彩，想不到。然后冲。这些变化出现的时候，我确实就在想，小时候就是过去我们小时候学棋的时候，有所谓的定式大词典，这个大词典呢都是日本出的，它这么厚一本的有一大摞，就这么厚一本的有一大摞。由于有了我们这些变化，一看那些大词典那些，现在回过头来看啊，简直一点历史文献价值都没有，太粗浅了是吧？没有那种深究的感觉。对，就简直是差得很远那个东西。你看现在这些变化多好多精彩啊。对，他就是能这样跳出你，为什么呢？我这两下是先手，比方说人家吃这个，什么时候我都是先手，他就走这个你要吃这个我就走这个，是吧？下一步我只要一景气，对不起，您这个地方气就不对了，我一景气你一吃他就吃这个，你把你吃光了，因此他这个就是先手，这个先手你当然就不能吃这个了。对。那么你还有一个作为黑棋来说呢，这个地方呢黑棋也有妙，这个形状黑棋放在这儿不走呢，白棋也吃不了黑棋。你看他扑，一提，难以为你这一走，他这一紧气的时候，你可以吃，是不是啊？吃他接不归，他一接你快一气。对，好，在你塞到这一瞬间，他苦肉计送你一个，你一吃，他在紧气是吧？对，是紧这个也行，紧这个也行，随便紧一个。对，你两边干看着，恰恰不行。就是这样细微的变化，刚才我形容了一下，就是像头发丝儿一样那么细的一个缝隙啊。他们高手在快棋情况下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是，你看利用这一点，他就可以做一些文章啊。好，他心中有数。就是黑棋是不死的，当然白棋呢，你要吃白棋也不容易啊，所以下一招棋我们也就懂了。他打到这儿来，十月走成这样之后，姜维杰只能叫吃这个。对，这也是好手，翻出来，就算翻出来。这棋下得越来越紧张激烈了。对，尤其是我们中信银行杯这个快棋赛这个赛场出现这个简直太绝了。好，你走到这个断进去了，里头二四这六个子进去了，是死的还是活的？这个也很纠结啊，外边呢你小圈你主要封不住它，这个人随便一贴就出来了，对，人家一贴出来了是吧？你这个也封不住它，对，而且白棋要小心一点，如果你下的松的话，人家先把这个弯掉，先把你弄得不活了。不行，他弯掉他这边要死。哦，是这样，他又不能先弯，先弯他一接一扑一走一紧，你这边死了，他互相是牵制着，很有意思啊。关键是他这种奇妙的结构啊。奇妙的结构就像木质结构的房子一样，奇妙的结构呢，关键两位是在30秒之内全部看清楚的，一目十行看清楚的。对，这一点我们欣赏快棋它的妙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是的，是吧？行，下成这样之后，我们发现白棋下一招，那么这个是行锦气拐一个，那么黑棋跳出来，黑棋跳在这儿，这个是为止一条路，必须要出去。白棋下一招，十月下的很有劲儿，爬。黑棋这个姜维杰这个接这个纠结，这个有点贪，这招棋有点贪。本来这个棋形怎么都应该是应该起来的吧，还是应该活啊？是的，就是这块白棋是活的，他也知道，他但是就是看见这棋形，他心里不高兴。你这个先手你还要扳过他，其实这个扳过不大。对，扳过你看一冲一打一扑一走，这个就没多少东西。他可能就纠结这几目棋，他觉得扳过对又有目又厚啊，还是怎么样？他说我上边他就是三十秒。我们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快棋啊，他三十秒之内啊，第一个是要全神贯注做决断、做选择；第二个你稍微一不注意，一个活思想啊，一个念头啊，呲溜一下溜进来你脑子里啊，你马上这个动作就要变形。然后你到了28的时候，你就在那儿犹豫，我到底是选这条路还是那条路？那痛，这个时候就麻烦了。就相当于我这个细说啊，他们都是年轻高手，细说。姜维杰下到这儿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好多年之前我们都是小孩的时候，我跟十月下了一盘棋，他怎么就把我上边给我吃光了？哎呦，那突然28、29，哎呦，他就接赶紧接上。我这个是细说，这个呢还是果算了，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因为他如果不做活，那你下一步一挡他就全死了。对，他的空间不够。他如果要做活，那你紧了他一口气，那你下边这一带你要继续跟他干，就跟他干，贴出来挺好的。是。好，姜维杰下这个。
接上、哎、这个有意思。然后白棋先虎了一下，白棋先虎，这个虎也很纠结，这招棋是不是最好啊？嗯，我还有点怀疑。他不虎的话，他是不是担心黑棋刚才这个弯是后手啊、嗯嗯？是不是黑棋可以直接挤到这儿呢？黑棋直接挤到这儿、啊，因为他如果说走在外面啊，他如果被黑棋挤到这儿、啊，他是不是气不太够啊？对呀、啊。挤到这儿不挤到这儿，他一接嘛、嗯，你必须断。对。然后这个景先生你得走哈，嗯，好像是气不够，也有可能，白棋正好差一气，也有可能，嗯，这个很难讲。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接下来呢，十月他这个进攻也下得很紧哈，嗯，我建议他要放松，就是这个叫什么呢？他也较劲，他这块棋一定要把它做活啊，就是师向下过去教我们的嘛，嗯、叫攻虚易紧，紧易宽，嗯。因此我这个地方实际上我想推荐的是什么呢？实际上白棋这六个子已经死之不可惜了。嗯，我们数钱就发现它最多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二十目棋。嗯，它全体光荣牺牲，你来收棋吃二十目还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叫攻虚一紧紧一宽，你就宽攻最好。宽攻最好，它要防止纠缠，只有走这个。嗯，然后你一招棋给它虎下去，然后让它再走就行了。算了，他不走，待会儿我再来活嘛。哦，哎，其实这样呢，我觉得可能白棋还行。嗯，就黑棋，他这招棋没有下这个鼓的唯一缺点就是这个，怕人家就气了。对，但是因为这个棋太快了啊，再加上十月的风格也是比较凶悍，所以他先走。嗯，黑棋下一招是吃是吧？对，扑一个扑，真的。然后白棋再飞，白棋再飞阵，看起来很厉害哈。嗯。就为什么说叫攻虚易紧紧易宽，这个是在围棋上是有道理的。就对方特别弱的虚的这个棋子呢，有些你应该聚焦，但是有些漂浮的东西你要离它远一点，你要离它远一点。嗯，这个需要我们大家慢慢体会啊。总之他现在震了，那么姜维杰压过来，这白棋必须要走，这个棋很怪，白棋顶住它，必须顶住啊。好，黑棋这一靠紧紧的纠缠，本来最狂的是这个挖断，嗯，挖断，你挖，结果他就下一招压，没错，你不要去打这一下，这是俗手，这是俗手。你以后他长的话，你很有可能是从这儿打的。对，单家，然后你叫吃这个，嗯，他下一步就单接，嗯，哎，你不理他，压过来就关门吃，直接就给你就吃掉了。白棋大概只能应一个，在这一带吧。你应太长，你等于什么都没走，因为你走多了，他就要吃你了。是，哎，就这个意思，他。太紧了之后，人家反弹力也强，反作用力也强，所以这地方呢，哎呀，一下，这一走白棋十月有点为难，所以他是搬了一下。嗯，这个时候、哎、挺有意思，这些觉得白棋稍微有点困难，因为上面呢、哎、明显欠一手棋，要补棋啊，对，不然你没活。对，他就是用力过猛，自己收不回来之后，自己余地也小。第一时间你就不要那么用力，你在外边绕着他，哎，你余地也宽，嗯、就是从这儿来压啊。是。现在他一个难点是什么呢？这一尖一走，这是可以活，一气定型就活。可以补。问题是活完了之后，左上角又牵一手棋，这被人家点三，被人家点三三不得了，这个太受不了，太恐怖了。在这儿，哦，哎，所以后来白棋用很勉强的下法来定型，有点撑下的哈，挖这个。现在就是这样是吧？对。交换了白棋挖，对。他单挖、这个。黑棋当然你这个吃这个好像稍微有点，这被人家挖过来了吧？也可以，挖过来他还是加出来。也可以、那么再这样下的话是不是会不一样呢？比如说他接打一下，他还是接，他总是单接，下一步单接这个，对，这也可以下、但姜维杰当然也就变了，你就必须要用任何方式吃啊，吃他最不济他就跳嘛，你总是还要补嘛，然后他这个也可以补回来，可能白棋觉得这样好一点点，对、比他原来那个样子好一点点，是。那么姜维杰在这儿就做了一个变通，你一挖的时候，他就加单加他单加，他要求强调上面那个。十月，哎呦，这个能竖出来也很舒服啊！啊，对，冲出来了，从这儿。姜维杰把这个吃掉。嗯，这会儿白棋必须要做活了，所以他就尖。小尖。这个做活一招一式都不能错啊！嗯。然后再单做，要是单做不行，人家一拖拖死了。死了。所以必须先卖这个，做活。那么黑棋高高兴兴把这个交换掉，你必须走这个，这下就吃干净了哈。嗯。然后呢，黑棋长一个是应手，对，白棋拍吃，求变，黑棋再接，白棋还是只好接接回去。
行，下成这样之后，固然线索很多，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和刚才那种情况看相比啊，就是白棋不动进，单虎，单靠，你出头我单虎，刚才那个空比这个还好，因为干净脚上，而外边呢，您的头啊没那么硬，而且眼位没那么够。主要在于他们年轻棋手还是很看重目数，不像王老师，他觉得，这个他不肯气，主要在于。不肯气，是是是，哎呀，不肯气，舍得舍得嘛哈。但是我们这个也是供大家参考哈。行，下成这样呢，给我的印象呢是黑棋还不错。本来好像十月，这个长袖善舞也把姜维杰给了弄进去了啊，也挺有劲儿的。后来姜维杰呢，但是这条棋下松了，那确实白棋还可以。如果黑棋鼓呢，好像黑棋还可以。那么下成这样，给我的印象呢，觉得还是黑棋比应该有的状态好一点，是不是黑棋优势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这棋呢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复杂，这头绪很多。接下来黑棋呢，这个脚上这儿要连回来，还是进脚呢？还是中间怎么要动手呢？这个可以下的地方有很多，大家来仔细思考一下啊，看看接下来究竟应该走哪儿比较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这盘精彩的对局，由姜维杰和石悦两位年轻的世界冠军。接下来黑棋这棋，王老师您说，他对他毕竟这块没活嘛。是啊，他这边呢，他因为有个冲吃，这儿有个头，所以他不是很担心。不是很担心。他下了一个挺狠的。他下一个狠的。在这儿。他是这个是吧？压制了，一攻一守。对，白棋这块还没好呢。我们看现在世界上上边有几块棋啊，这有一块，本来这有一块，这有两块，三块，是吧？四块、五块、六块、七块、八块，嚯，上边也就八块棋了，头绪太多了。其中呢是这两个子没活，这一块没活，这一块没活，这一块也没活，是的，这两个子也没活。这千头万绪，很精彩啊，压出来。白棋下一招尖是吧？他就是一直像您说的那样，没有像您说的那个思路走，他始终都不肯弃子。都不肯弃子。这个弃子还是不弃子，这是一个问题，确实是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弃了子之后呢，他在这个场面当中发动机就转不了了，双方都转不了。如果大家都是一子不舍呢，就是互相都提供动力。这个棋它就是另外一个转法。挺有意思的，所以我还是想这样说，现在年轻人呢，他们对于棋子的活力和棋子的生命力特别看重。我只是希望他们以后在棋子的经济价值这个方面以后再多下一些功夫，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是吧？好，我们接着看黑棋长一个，你看他要注重活力，但是这个长呢他有纠结。就是神仙也不知道是这个长好还是这个跳好。显然呢是跳效率高一点，因为这个跳将来你从这一带走过来的时候，这两个子的呼应好一点。这个头快一点。这个挖断呢，它一时半会儿且挖不了呢。它跳完这个都挖不了。现在还挖不断呢。就是，那么这一点究竟该藏还是该跳啊？不知道该问哪一位老师啊？姜维杰呢，他是第一时间觉得这个厚一点。对，姜维杰他一般的棋，自己的棋他都会下得非常的厚重。因为这样呢，对，方便于他以后发力。接着我们看啊，这就是力战型棋风的一个特点。白棋一跳，黑棋也不要骄傲，这个地方吃掉一个子不是真的眼位，所以要老老实实的出头。这个呢有点帮人家忙，这个也行，帮人家忙，将来人家比方说顶或者是扳，可以给你死死的捂住，你一提人家给你再挡住，来吧，你要打劫就来，这块棋还没好呢，是吧？所以他这个地方的形呢，高手很敏感，他这个棋是单压。对。我估计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忙活不过来了。白棋现在挡了这个。对，白棋那个要挡。现在要走的地方太多了。那个太大。他挡这个。然后这边也是欠一个非常大的一步棋在这。对，这个是巨大，这个要被人家一跳的话，这个简直非常之痛苦。也不知道怎么收拾。非常痛苦。对，就白棋很痛苦的一点是，他不能挡在这儿。不能挡在这儿，对。挡在这儿，脚上依然有棋。所以他，你看他挡这儿没用，人家脚上依然有棋，所以只能挡这个。当然也很大，这个挡很大。你看现在你说黑棋也不能交啊，黑棋这个棋要交啊还不行。你看，我们来算算目数，算钱，黑棋没有交的本钱，
这是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亩这块棋，嗯，最多十四亩，这张算你是两亩，十六亩，整个北半球啊，你就十六亩，这张将来算你跳是吧？它要厚一点，它要厚一点，它可以挡住你。跳的话，白棋可以挡住。它最厚的时候可以挡住。啊，是啊，你一走，它一接，这已经十五亩了。嗯，这两个子你吃掉，被我吃掉一半吧，就已经二十亩了，这块就二十亩了。然后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亩半，它亩数比你多啊。嗯，你说下边是它这个十五亩比你这个大吧？比你这个实惠啊。嗯，你这儿有一点，但是他说待会儿我动手的时候还不知道是谁的呢。对，所以白棋目数并不长。对，我们感到这个棋呢是黑棋好，嗯，但是因为这一代毕竟白棋薄，但是你离优势还有距离。对，哎，你如果后势你也得利用好了才行，别人人家两块孤棋攻到后来你给人家全攻活了，你自己什么也没走着，那就不行了。对，这个很精彩的一盘棋啊，两位，一位是上一届的世界冠军，这个比赛 LG 是吧？对，一位是今年最新鲜的啊。嗯，这个跳呢是，就是你刚才说的描述的姜维杰这个人物形象，嗯，有可能的时候他还是四平八稳的，下他下的特别厚，然后再出击哈，啊。是的，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个无棋自补一般这个跳了一个哈，嗯，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未必是最酷的。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很酷的啊，就是还是跟那个攻虚一紧紧一宽那个有关系。有些棋你该聚焦，有些棋呢你该笼罩。嗯啊，像这棋它就可以考虑聚焦，直接挖。我还是要推荐这个，因为白棋一跑，它这尾巴它不肯给我的。是的，是吧？我想连，我只能往这儿打，我这往这儿打我连不上。连不上，只有打这个，他就来这个最熟的，全世界最熟的。踢掉这个，我们喜欢战斗的棋友一看这个形一定过瘾，然后你要扑就扑掉了，就扑，嗯，就你不能松手啊，这没办法。对，你顶鼻子都没用，顶鼻子我可以长啊，嗯，是吧？这都是先手，我连这个都怕晚一点打不到了，直接全部走掉。哇，这个棋形，哎呀，这要是在这儿再有一个子就是对称的了哈。下一招棋我们广大棋友会吗？我相信大家都天元。哎呦，连仇老师都会啊。你没得动，嗯，哦，当然不是说白棋不行啊，嗯，你没得动，你直接走这个，然后他下一招再退，那你出牌，因为我这个棋形还不好，嗯，假如你稍微下得不好，你走这个的话，我这个长又是先手，对，顺便把这个地方解决了，然后我在中间一跳，这样就把白棋彻底的摁住了。不，白棋呢也不是说白棋就一定不好，但我觉得黑棋应该这样下，不管怎么说，哎，白棋最狂的呢是要跳，这棋是要跳。嗯，这个也有很多精彩变化，白棋跳的时候黑棋还可以考虑挖，这个有很多变化说不清楚，你补哪儿他最狂的可以断这个，嗯，这也挺狠的，啊，但是你玩得太高兴了也不行啊，人家吃长退长这个，你这块也玩进去了是吧，这个就比谁力量大了，这个快棋下次这样，这个就不公平啊，是吧，很过瘾，大家都所以黑棋呢还有一个下法，这个挖街呢太狂了，我们啊，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吧，这个棋呢放在这儿暂时不走了，嗯，大概就走这些吧。对，不走了。不，这个黑棋是不是要找个机会赶紧把那个给长出来？是是，但是他这个地方先给你施加压力嘛。是啊，我就着急看那个长怎么那个那个很大，半天不走就很大啊。嗯，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聚焦，第一时间用挖的方式马上给他全部聚焦，嗯，然后我们再看实战啊。这个王老师是彻底把他所有的气全部紧住，然后给他摁住先，对，让他动弹不得。嗯，好，后来黑棋这个跳，那么十月左右下一招棋一尖的时候，这个白棋姜维杰被白棋一尖的难受，嗯，下一招棋啊，这个定型啊，没有十全十美的形状。我感到全局形势还是黑棋稍好，但是这个地方呢，黑棋非常纠结。对，咱们这个比赛是快棋啊，你再纠结必须马上决定，所以他后来选了一个飞。先把自己头先撑住再说，然后对你保持攻势。对，那白棋现在呢不管了，现在这块棋没有功夫了。对，他就玩大龙，其实有功夫，小棋他就是勾肩搭背再来一下，你也很讨厌，因为你没有很好的形状。好，他总而言之他就走这个了，搬。那么姜维杰当然是一阵头，就是先把你摁住，非常精彩，从后排。对，十月尖出去，小尖。嗯，然后他。他是这个吧，逼住了，对，这个是大局为重，嗯，因此刚才这个棋呢，如果白棋远一路的话，这个味道更足，对，远一路我觉得味道更足，
他当然仅一路，你给姜维杰留下一个退路。如果你远一路呢，你这个直接拱显然有点问题。他可能是不是会往底下跳下去？往底下跳呢，因为毕竟这里头将来一挡还可以那个嘛，这个还是有点慢。我觉得往里头走，我也不知道下什么下这个吧。由于有这个刺，有没有别的？不知道，对，不知道，没结论啊。我感觉是不是可以宽一点？算了，看他们的紧。那么姜维杰紧紧逼住，白棋下一道贴，黑棋跳，黑棋跳，对，这个双方都是一种牵制的形状啊，这一带都不干净啊。但是究竟有什么棋又不清楚，又是快棋飞，他大局为重，连上，这有意思啊，这棋。然后黑棋飞了这个，对，这招棋这个棋形呢，他可能是有点奇怪，他不知道应该怎么补。纠结就是第一招嘛，第一招这个一纠结了之后，以后就不好善后。补得有点怪。对，你要说，哎，我怎么不好善后？我走这儿不就行了吗？是行了。你走这儿，将来人家顺便一顶，你是不是还要走啊？那这木薯已经一把，那你已经把这两个子已经送死了，先送死了，这怎么受得了啊？已经送死了，不行啊。所以呢，他又不能补这个，但是又不能不补，这个不补实际上是有点危险。太不像话，你这个居然不补，对方是有点藐视我。对，十月前一段刚把这个。那个谁呀、啊，袁胜珍给吃花了哈。比如说在这一带掉一个，就太多了，太多了。好像这个招你已经很难抵挡了。很难抵挡。好，所以他就补了一个。但是后来也因祸得福，这也是我们快棋的魅力啊。好，他补了一个白棋，把这个给走了。十月对，从这儿靠出来。他现在都这个补呢，十月这招棋呢，当然也很着急，他也怕稍微不小心落了后手啊。对。按理说呢，按照行棋的节奏呢，应该是在他补这招棋，这是一个怪形。这一瞬间你去靠，对，他补了补了，你去靠，是不是啊？他这个纸只有挡住，然后你再搬。就这个才是妖怪，这个棋啊。当然，十月可能觉得形势现在不错了，所以他怕姜维杰什么时候火了，也把这个给你占下来。那边是要命，也很要命，但这边就补了补了嘛。对。就算十月没有第一时间这样下呢，这边稍微做一些处理，下边他就应该这样下。但是呢，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人无完人，十月后来也错过了这个机会。对，你看这些，你说黑棋怎么下啊？这棋，你看你叫吃这个，他就接这个，他这打吃了还要拉出去，是不是啊？你这个不能打吧，帮他的忙吧，你吃这个呢，人家都可以不走了，他这边补好，待会儿这儿可以下棋。那么你最后说你挡这个，这边也有些怪位，是吧？一顶这打有拉。难道你要退吗？一退，他说我记得将来好像还有这个。这越退越不像样，烦都烦死了。然后发现你这木数待会儿就被搜刮的没剩几木了。还有他经过这个交换之后，白棋的这块棋的联络大大改善，是线路非常清楚。所以我下成这样呢，我觉得应该是白棋好。形势已经是白棋好了。就姜维杰这几招棋这个形啊，刚才应该除了挖下去一定形好。好，这个就不说了，再看实战。就在快棋当中呢，他可能一瞬间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虽然有一个断点，但是黑棋断这个他反而没有那个那么害怕。对，因为断这个呢，这儿有夹出来。对，所以他需要害怕的呢是刚才那个立下去，那个特别厉害。这太黑了，那个是要他命的，那个要全吃。是，但是需要有非凡的力量啊。也很难吃。不过毕竟有这个担心，所以他先靠对的。那么姜维杰扳断这个不能退，这也是对的，黑棋再退出来。好，现在十月就有条件了。本来呢，按照十月的棋风，他也有很多故事可以做文章哈。你哪怕吃了贴下来也不是完全不行。因为这里头说到底不是完全不能弃的。如果纠缠在一起，什么将来单关角也穿下来了，这些也可以弃啊。但是呢，这个最简单，他叫吃，再走，长姜维杰这个下的也无辜。是的。好，下边一招棋。马上就出问题，他走这儿，对，这一看是白棋，好像哎呦，十月说这棋我太轻松了，这块基本上活了吧，没有多少空。我这里进来，你这个外势没有用，将来我看你的外势是不是还要被我进攻？一走这个下得飞快，当然也是读秒了啊。对，结果给了姜维杰一个机会，这个呢就是现在走这个的最好时机，靠这个挖熟必落啊，太好了。这个怎么办？他还有一个下法，可能是会退。退这个。这个退也是妖怪，将来这走完了以后，他接你一个，你下边，是不是啊？他这些都是很著名的，一招接一招啊，就这个意思。结果呢，错过这个机会了。十月下这个。对，看起来十月在这个地方呢，没有
想办法怎么去把这个空先收一哦，收掉，然后把自己加强一下这种概念。对，他直接就看着下面这个地方确实是很大，没错。嗯。但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个地方先定型一下的话，再回到这里来。那这个形式就完全不一样了。对，他这个也是，我们也介绍过嘛，就是咱们这个中信银行杯啊，这电视快棋赛三十秒一步啊，它是这三十秒当中对棋手的一个高度考验。对你这个就你全神贯注。这完全搞不清应该怎么下。搞不清，还有一个，他有一个嗅觉，就这些职业高手都像鲨鱼在大海当中嗅着血腥味一样，他那个嗅觉啊，好像十几公里都能闻得见一样。他知道我这块棋不怕，是。他只知道不怕，所以他才大大方方走到这儿来了。嗯。但是他呢，可能在那一瞬间，他没有想过，如果人家补了，我用更好的方式把它夯实一点，再给他抹上一点水泥，这个万无一失更好。是的，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还可以开点油什么的。嗯，所以就下了这个啊，这个白棋线靠这个时机绝好。好，现在姜维杰，哎呦，见缝插针啊，这个好棋啊。对。但这个棋现在黑棋仍然不乐观。我们后来看这个十月呢。那么优秀的年轻人，有些棋他下起来也还是会晕，还是会犯晕。肯定了，因为这个棋形本来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不是，等到他想明白的时候，时间早就过了。对，靠他主要是要点是靠单借力而行啊，给我们广大的棋友呢，就是说这样来做一个建议，就是对方已经有棋子的时候，你靠着他扳一下，这个往往可以占便宜。是。他空着一个子的时候，不要去靠他。你看他恰恰两个子我才去靠，他一个子我去靠我还要亏。嗯，啊，从这个角度去体会啊。现在白棋断了。对，这个断也是大有疑问，因为这个断呢使这个子撞了气，将来这个地方生出来这样的味道，有这个旺啊，有这个味道。这个断呢可能是靠这个的最后时机。嗯，但是并不是说白棋形势不好啊，仍然还可以啊。嗯，好，这个走完之后下一步是加是吧？对，他加了一个在加。看起来你说十月说你这个是什么玩意儿？你其实破破烂烂的是吧？都是。但是很快就出现。我要追究你一下这个形状的弱点。对，这家姜维杰当然是沉着的接住了，咬住它，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有薄位。嗯，然后他又刺了他一下。这个刺又是一个问题。这会儿十月呢，他在纠结，他就自己是当然任何毛病都没有，是连上的，但是就这个地方他有点看不清。嗯。所以他就想刺一边读秒吧，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对，下边姜维杰跳这个的时候，十月可能火了，就是这一跳他生气了。就姜维杰这会儿像泥鳅一样，他不是接这个，接这个你进来了嘛、嗯？他也不是狠狠的扳这个，扳这个借力这儿冲烂了嘛？对，嘿，他退后一步自然宽，两边正好，白棋冲不断黑棋。就刚才白棋这个刺本来就不是绝线，你冲了人家一拐，人家是连着的、啊，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你看起来是把人家空冲破了，但其实反而帮助黑棋把形状都补好，因为本来它是挺破的一个形状。对，所以他后来在这个一读秒一发毛啊，很快十月在这就下得比较熟了哈、啊。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还有机会，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呀，一看它好像都有点味道哈、啊，都来不及，包括这个都是一个味道，本来啊，嗯，这个都是一个味道，就这个都是某种味道，对，要说起来。但是呢，他现在确实不能走这个，走这个呢，因为人家最简单一断，待会儿可以吃你。这三个子是掉的，很怪，所以这个气撞不到。可是就像我们以前给大家介绍的那样，快棋当中，有些小地方的线索，你要做到心中有数。你要明察秋毫，但是你不能太纠结，不能随便下，你装不了那么多东西。是的，你说现在你突然又得飞快算这些，就一会儿你自己都乱了。关键在于下这步棋的时机在什么时候，这个太重要了。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小球，就这个钻是没有的，是吧？对，这个不成立。哎，你从人家挡住了，没有用了。嗯，这个钻，这个意思也不是很大，人家好像还可以接吧。下法就比较多了，他好像走这个都行。是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他这地方有一个万分之一的可能，就是冲，你走，我再冲。嗯。你在冲吃的时候，我再冲。冲过来。这个当然是血肉之躯冲过来啊。嗯。损失巨大，人家提你接，就是说你万分之一着急的时候，有一条大龙可以连起来的。对。这么一个退路。好，这个退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形你就该不走了。嗯，我一次落于后手，脸上很挂不住，挂不住就挂不住，我就一个后手落于后门，那我这个，你看他第一个是这个，我走这个，
你这边随便你做什么动作，我实在着急我就走这个。对，我先把你的空先给凿了，凿这么大一块空，如果一会儿让黑棋围上的话，那上哪儿找回来啊？对，都挽不回来了。当然黑棋力量也很强，也可能你进去他真的把你全吃了，也有可能。那挺 K 的。因此呢，我的推荐是什么呢？这会儿白棋要冷静下来啊，先走这个，先飞一下。先走这个，因为他不能搬，你一冲一走一冲，先打吃他受不了。所以他几乎只能走这个。冲一个。有了这个帮助，你再来走这个。嗯，这个只对下边这个变化帮助非常大。那这一带全都是先手。对，我全都不走了啊！我这有个冲断，我全都不走了。这等于我就在你重兵把守的这么一块地方里头啊，这个叫做百万人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啊，他就有这个效果，我可以随便做活。当然姜维杰也会用力的冲击他，是吧？他招法也很多，双方就在这儿斗嘛。不能说这样下白棋就一定好了，但是至少其实是应该这样下。对，应该这样下。实战这下法不太 对。这样下我觉得白棋还不错。好，我们看实战，实战就看得出十月啊，在这儿年轻啊，他有点热血喷涌，对，就有点刹不住了，一意孤行了。我们接着看。这快棋就容易这样，容易这样，所以快棋三十秒的情绪要调整好。是。那这个是什么棋啊？就帮人家这儿走一个，这什么意思啊？你又没有说你走完了这儿就吃了，也没有这事儿。对啊，再接着看，所以他就没办法，他现在生气啊，十月小伙子，毕竟年轻嘛，世界冠军他也年轻啊，他就你看一步一步就往前冲。好，这会儿一看现在没必要啊，就是没需要啊，必须接啊，得走了半天这还撞一气，接上，将来这一代还有点小故事。这是太可笑了，这个希望十月下盘这盘棋之后好好总结啊。我们希望十月拿更多的冠军，对，当然也希望姜维杰这样哈。好，走了半天，左冲右突，这个就像进了迷宫一样，点了一下。他冲了一下，冲一下哈，点一下，提掉。但是冲了半天也没冲出什么战果来，冲不出椰林寨，是这样。而且人家中间啊，怎么变成一团乌云了？你走这些简直是人家这个完全不会了，人家走这个你是不是能活都是个问题，这个中间就差远了。他这里厚了好多好多，对，而且还有一些怪异的。这个姜维杰啊，他很敏锐，这个小伙子，我觉得他很敏锐，他就意识到现在这个十月已经一意孤行了。他们彼此我估计也了解，更肯定。而且看你下棋这个动作和表情啊，就知道你刚才有一招算错了，正在恼火呢。其实呢，黑棋最黑的下法是先接，你必须接，然后再撞这个棋，然后再踢。再踢。待会儿人家有这个。这个整个太黑，但是他撞一气太狠了，有一定的风险。这挤在这儿，对，挤在这儿，在一定的时候一走，你必须接再接上。我们发现这个大尾巴狼是在里头，当然那边要做一些安排啊，是吧？他最佳次序应该是这个。行，我们来看，好，下成这样大亏，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白棋接下来终于靠了他终于靠了哈，一直想要他靠的地方，现在终于靠了，但是这时机不太对了，这个叫刻舟求剑了，太晚了，天都黑了。关键他靠完了之后呢，自己的联络整块棋联络不好，所以这个还是不好。你看怎么左冲右突忙了半天，把自己的归路断绝了之后再回来从这边走，这完全不对，这完全不是十月的棋啊。是的。然后黑棋呢特别狠，接下来一步棋下得很漂亮。他在这边呢先进行了一下搜刮。哎呦喂，这个漂亮。这步棋下得好。这个是行。对。你看，看起来白棋人这么多的地方啊，当然一路啊这个大堤漏着水呢。这招是好棋。对。就是对方的断点斜着去点刺。好，没办法，怎么办呢？追走这个。接上。接上。他是接上的。哦，对，只有接上，这个好像还不行。这个被人家一尝要死了，好像看起来是吧？这个尝这个尝这个要死，要死人，看起来要死的样子。死人的事儿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您接上的话，我再团掉一跳过就行了。哎呦，你太黑，这个棋还要团，这棋居然说点一个，这白棋都很难活，不是说这个单单木数的问题，你活棋都已经很困难了。活棋都要有水准啊，你没有水准活不了，你看他只有接。这个白棋太痛苦了。这个呢，当然是跳不回去的，是吧？因为人家这个是先手。对。但是呢，他这个是可以回去的。我跳回去了。白棋正好尖，黑棋爬，
而且他很愉快。对啊，这三招棋都是岩石打架。嗯，是的。一边很愉快的刮着官子，然后一边考验着你，你不要下错了，下错我就吃你。然后一边呢，岩石。嗯，我就在想这个点是不是姜维杰早就已经准备好了？蓄谋已久，蓄谋已久。打击白棋的这一招。对对对。哎呀，这个十月被活活气死，那但是他自己气自己，这个怪他自己啊。黑棋长了这个。啊，黑棋长，对。现在我们要数一下目，数一下目，发现这个棋要算空呢，白棋已经输多了，但是白棋黑棋也不能骄傲，嗯，他们的棋都是这样。你看啊，这个地方要算空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七目，这块棋十七目半，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目。然后三十三、三十八目，这两个子呢，你吃掉一半，四十目。嗯，黑棋你看这个地方黑压压一大片啊，要抬杠的人简直就要说你这个一立我一挡，扳机啊，那是多少呢？十五，这是三十三、十五、四十四、二四四，已经四十五朝外了。嗯，然后这儿是刚才说的是二四六八十十二十三十四目。嗯，已奔六了，已经奔六了。奔六，这就是就确实差距比较大。对，因为你这段你就算把这俩吃掉，他这还有十几目呢。嗯，好，我们看这个十月必须要跟他拼，这要拼，刚才说的不能骄傲，在这儿，哎，黑棋不能骄傲，要慎重。那么点白棋点刺，哎，你如果回去呢，他就算了，是不是啊？他当然这卖两个之后就挡算了。嗯，他不肯爬爬，下面一招棋姜维杰下的幽默，他走这个吧。长了，对，这个很幽默，就他可能是认为他觉得棋赢了，已经赢了。本来呢，你走这个，这能活吗？这讨价还价，他是一个不见得能活，确实不好活。嗯，你看他，比方说他搬，你当然黑的黑压压的可以下在这儿啊，客气一点下这儿也行，就客气一点下这儿也行，就逼你做活算了。对，因为他做活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这个要把这个挤掉哈。如果这样活了，就跟死了是一模一样，就你这样是可以活。对，待会儿再一尝，昏倒了，再一尝就是、损的已经没法看了。被人家尖完一冲，你这就要卖的成什么样了？没有，整块还没活啊，就整块还没活。这白棋太惨。对，就这意思哈。是的。但是白棋当然相信十月还有别的腾挪功夫，总之是可以的。结果呢，姜维杰在这儿居然是。算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基本上已经成败势了，可以说。嗯，对，成败势，但以下还有一些故事，还稍微纠结了几下。对对对，还就有些看一下，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因为这块棋很精彩。说实话，最终呢，这盘棋当然是姜维杰取得了胜利，对，但是，不简单，即使现在仍然不简单。对，嗯，我们看他一长是吧？是的。十月再爬，现在你不能不硬了。这个被他搬起来不得了，然后白棋断他，断，要长，黑棋长，让白棋搬过，白棋度过了，对，嗯，这个棋是黑棋优势，但是呢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东西，是的，黑棋冲，冲了一下是吗？冲，挡住，这没有办法，硬着头皮也得挡，对，然后断打，他就撑劫。断打是吧？他撑劫，嗯，让他冲这个。对，黑棋下的太温柔了，他就把这个冲死。他说：“我这个目已经够了。”对，就算了。冲死了，白棋当然你要冲，他就要挖了。嗯，这个是较劲嘛。现在呢，白棋啊，要拼胜负的话，是不是这一代在做一些文章？我不太清楚。靠一个。这一代在做一些文章。哦、这样。哎。因为这个当然被他一打吃一拿下来，这个是很厚又厚又大。哦、但问题左边这一带，反正我这一招下去的时候，您好像不能脱先。嗯。是不是啊？那么你怎么下？哎。就这些，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嗯。试试。反正怎么也得。也得搞一搞。对。不能等死。对对对，就这样这样。怎么也要先搅和他一下。搅和一下。难受。哈哈，搅和一下。嗯。搅和一下，当然黑棋现在他怪他这个退是先手。他这儿打吃也有先手。嗯，一分。尽量争取一下吧，啊，对，尽量争取一下。然后呢，后来当然白棋就挖，嗯，然后姜维杰叫吃，嗯，白棋接上，接上，对吧？黑棋是吧？嗯，黑棋呢，他也不着急先提，他把这个中间先拍吃了一下，在这儿，拍吃，这下把自己补的挺厚的，对，嗯，拍吃了，白棋下一招。
病回去。哎呦喂，这个地方，哎呀，早一点，就早一点，很早很早以前撞一个再搬啊。希望我们棋友留下印象，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在欣赏高手，他们的对局的同时，能够有一点点。有的时候能够有一点点哎举一反三的联想，没错。当然具体的招法能够学到，关键这个招法呢，它还是在别的场合可以用最好。你不能说这个场合它有一招，以后这个场面永远不出现了，我学了半天空有一身武艺没用。像这个棋形就容易，就小飞的棋形，你靠它一下再扳它一下，就有点像人这个挤压它一下。对，这个叫飞檐走壁啊。占点便宜，达到一点目的。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看一盘棋呢，只要在一盘棋当中能够有所收获，比如说学到刚才王老师说的靠搬，哎，你这招学会了以后能够学以致用，那么你今天这盘棋就没有白看。如果每盘棋都能学到一点，那岂不是积累起来就太爽？我相信我们棋友会觉得很爽啊。是的。但只不过有些东西呢，他是说啊，包括看棋书，他说我也看了，那些手段也很好，只不过到我下的时候我又都忘了。这个也一样，就是我们学别的东西感受也是一样的。对，就看你能不能在方法上啊找到一个捷径。这个我们反正日子还长啊，咱们慢慢交流。是的。行，现在他一交持，白棋连上去了。哎呀，这个难受。白棋提了，他想。提了。那当然度过。在这儿。然后把这个爬回去，啊，这个都是他的权利。对，白棋没有什么脾气的。白棋飞，权利黑棋挡住。白棋加了这个，飞。这个时候白棋就有点奇怪的是，王老师，我觉得他是不是可以挡在这儿活呢？白棋挡在这儿活，是不是他应该可以啊？他这个不是先手吗？这有扳啊，你走这个他也走这个。他挤一个的话，他不活得很清楚吗？我活一个就活了。已经活了是吧？那可能就是这样吧。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这样好一点，那这样可能是好一点。这样固然是好一点，但是你这个是先手吗？我在看，别被杀了是吧？现在是先手。点的话我就靠住你。对，这是活的。好像应该这个形状不太容易死，我不知道跟这边有没有关系。可能当时十月下的时候心里有点含糊，他就不敢这么想。有点含糊。对，好像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走一走，一扑一提，吃一劫，一扑一提。对，这里头将来撞景气还有一个东西，没问题，这个是好一点。他走这个，加在这儿，这个亏一点。黑棋飞了。哇，这个简直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点。这肯定是最大的地方。对，白棋很想拼一下，但这个地方确实拼不动哈。是不是想拼这一个先手？赶紧冲了。如果能冲到，那总是这样的。好一点点，冲到是好一点点。好，就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它的定型。白棋他先靠了这个。白棋靠。这靠呢就是问姜维杰的应手，因为他这个是先手嘛。对。搞得不好呢，你稍微松一点啊，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方式松一点。你松一点，他这个接上，这个也是先手，下一步贴耳吃你。对，是的。哎，所以他反正也读秒了嘛，连时打将。不走白不走。加了一下。哎，姜维杰这个加的有点黑呀。挺机敏的，他让白棋这下冲不着了。本来这个目数上来说，白棋是应该冲着收的。没错。对，因为你现在也是要冲，他就叫吃，是吧？打吃。你要打吃，那这个，他说他急了，这个行不行？先转换哈。不是，关键是这里头吃得到吃不到？吃不到，吃不到吧？他走这儿就活了。走这儿就活了哈。吃不到，行。吃不到，行。对。那这个还是这条大龙太大。好。这样，白棋那十月一看毫无办法，只好吃。姜维杰再把这个补回来，这个就肯定不损目了。是。如果是走这个，是不是还有点东西啊？它又长。然后它拐住，只能。你必须走这个，它断。这还有东西。对。有点看不清。有点小东西。是的。但是爬在底下的话，如果白棋鼓起来。这也挺有点看不清的。他这个呢？他是这个吗？他是这个是吧？不知道。他要保证你拿这个，我下一招就要拍住你嘛。对。你再吃这个会有什么变化？我不知道，这个变化太复杂。有点看不清哈。要不他就接上。接上好像白棋气也不够啊，这怎么看都是。你吃接嘛，就这样。对啊。有点关子。来不及可能是。哎呀，你说就这种地方，
现在我跟小邱啊在这摆，还有用老子很从容哈，看一看。如果是在读秒呢？而且很容易看错。对，而且如果特别容易看错。如果你退让一目不行呢？嗯。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是的。还是以前说了一句话，就你哎，你说的山虎那么厉害干什么？两个人下围棋不总有一个人要赢、问题就是谁赢？您希望谁赢？这个时候你就会纠结了。是的。我们再看一下他接下来就再看几招，大致上是怎么收的。对，这几招也很有趣。后来这个地方十月还把这坨棋子都给吃掉了。断打。接上黑棋。黑棋必须得吃。这个。白棋得搬。嗯。是吧？黑棋就虎了一个。黑棋很好。对，姜维杰看得很清楚，他就把这个一虎，他意思就是说我这一虎保证左边没棋，中间我看清楚了，不多不少两个眼做活了。那一搬一走，白棋下一招是搬断。是。你看这个地方可这个眼不是睁眼啊。对。那么黑棋就要吃，这个可是一招都不能错啊。踢掉。接上。嗨嗨，他要么连接，要么两只铁眼。嗯。看得很清楚啊。断。白棋挤。黑棋下一招还下得很奇特啊，他是接的是吧？他没有硬，他把这个给接上了。他这个。就这会儿呢，姜维杰是看清楚，他认为他觉得自己赢定了，他就选择最清楚的下法，他是把这个连上了吧？嗯，这味道就看不清。味道。连上。那么十月，当然这桩拐。拐。这个。拐的时候他接了一个。啊，他接一个。神奇的。对，接一个他一接嘛，他觉得就连上了嘛。是的。结果很快十月就放了手筋，但是更快，这手筋之后发现呢，便宜很有限，就这个。嗯。一接。他是可以，其实他接呢并没有连上，看起来好像黑棋连上，但其实没有连上，黑棋接上。对，黑棋接上。白棋这个靠是好手。那么你要搬的时候，他在挤。哎呀，这个挤的你难受，这个一招下错可就全盘皆输了啊！一断，那走这个类就完了，死光了。死光，蟑螂死光光。但是走到这儿呢，你不要难过，你不要以为我尾巴，这个尾大不掉，其实呢是可以断尾求生的。接上。白棋一断，你看白棋凭空增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目左右，凭空增加16目左右，那怎么样呢？我们接着看黑棋下一招，这个二路搬，哎，这个很棒。哎呀，他们这棋耐人寻味啊，把这个先手官子给收掉了，挡住。挡住他再搬，你就要吃。打吃接上，哎，这个也很大，因为现在你这个必须要硬啊，所以白棋这个必须要虎啊。是的。好，黑棋现在再把这个一拔，是吧？全盘最大的地方了。这个拔掉。白棋这儿必须要补，如果不补呢，他以后有个这个故事，就拍给大家看看啊。就是这个是吧？搬这个吧。搬不搬这个都我要搬，要搬这个，一定要搬这个。搬这个呢，白棋是可以活的，但是可以活，对，两种活法一种呢，当然顺手一挡嘛。但这样就打劫了，这样就出棋了。一顶黑棋，先顶这个。对，顶。你只有吃。然后黑棋一粘。再一粘。哎，你说你怎么回事？我这个不是劫啊，这个得人家从这儿一打吃出棋了，这也是个打劫。对，所以他有这个故事。那么白棋被黑棋一扳的时候，他还有一种方式怎么办呢？他就是委曲求生啊，他就走这个。那么黑棋，哎呦，这个官子一收瓜，三目活，你只有棋这个。所以当初这个，您看这个点，我觉得他确实下的挺好的。哈哈哈，这个下的太棒了。没错，把这个白棋这块棋，活生生的给他收成了三目两只眼，就剩下最后两个孔了。对，这个我觉得以上还有一些招法不用摆了。对，就是黑棋确实胜了。嗯，尽管这个死掉，但是剩的也是差距不大，也是不大，就是，旁边大概有十目朝上的样子，对，十几目，十目朝上多一点，这个优势，姜维杰也控制得很好。如果要简单回顾的话，我觉得这盘棋当中，右上角这一带激烈的战斗，他的一个思路，我们大家希望能够想到，白棋也可以不要，是的，还有这个一锄头挖进去，招招警气。我先摁住他，先摁住他，没错，不一定好，对，就不一定优势，但是肯定呢，便于聚焦。那白棋中间这几步棋呢，下的确实问题比较严重。哦，对对对，这个好。对好，那么今天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好，感谢两位高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点评，我们今天的文评论道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骑行天下，其乐无穷，各位骑友，咱们下期节目再会。